62岁歌神张学友唱到一半跌坐在地，抱救急复发，仍忍痛敬业演出。很可能32岁系我哋表演嘅最大嘅场面，但系一定系嗌得最大声。62岁张学友日前在马来西亚举办巡回演唱会，没想到在演唱歌曲中途突然晕眩跌倒，吓坏不少粉丝。张学友坦言是他小时候所患的梅尼尔氏症。我咧就有一种我自己自细有一种病嘅，真系嘅，叫耳水不平衡啊，叫做。咁我就每年都会发一次嘅，差不多。咁就未从来未试过啦。就在演唱会之前发作的、今天就非常之不幸、就在演唱会之前呢前半个钟头突然间就开始头晕、所以呢今天大家看到我跳舞是很特别的，非常之特别的，就是这样。其实呢我是、有点头晕的，即便不舒服，为了歌迷还是撑完整场演唱会，还展示自己的宝刀未老，表演招牌一字马。不过我自己知道，40岁可以做的，50岁可以做的，60岁都做。